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接着，请看最后一段：悲念无尽恩。大师给我们说，为世尊同人中受，应受百年，留20年福，一批末法弟子。大集经云：悲悯众生，故舍受第三分，令我法海满，悉欲诸天人。假使回境界，系住不退地，若有抓打彼，即为打我身；若有骂入者，则为回入我。又云：留百好之福啊，以佛弟子啊，言留教者，即三藏八藏，广益众生，一直修行呢，皆得成佛。这是悲念无尽的啊！这个意思是说，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个时候，人的寿命啊，这是我们讲平均寿命100岁啊。那么诸位要知道，佛法讲人的寿命，有正戒、简戒两种不同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是简戒。啊，简戒呢，每100年减1岁。啊，人寿最长的时候，84000岁呀！啊，这个到84000岁的时候，每一年每100年呢减1岁，啊，一直减到人寿10岁，啊，10岁是最短的了，人寿10岁。啊，那么从10岁起，每100年呢加1岁。加到84000岁，啊，这样一增一减，叫一个小劫。啊，20个小劫呢是一个中劫，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，这是佛法里头计算时间。啊，所以小劫是一增一减，那我们现在是在减劫。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，人的寿命是100岁，100年减1岁。佛灭度之后到现在呀，3000年了。我们中国人的记载，3000年了，所以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呢是70岁。啊，当然这是讲啊，大多数的啊，共业了，共业里头有别业啊，别业的寿命呢就不一样了啊，所以有超过70岁的，有不到70岁的啊。那么佛陀在世那个时候啊，有超过100岁的，也有不到100岁的，
但是一百岁是很正常的啊。但是佛80岁就圆寂了，那他还有20年呢，照一般讲还有20年呢，那这个20年的是留20年福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应当想的寿命是100岁啊，但他提前走了啊，80岁就走了啊。同人中寿啊，就是在这个时代人的寿是多少啊，佛菩萨了视线跟人间寿都相同啊。留20年呢，就是他80岁就走了，这留20年的福啊，佛的福报啊。这个福报给谁呢？给末世众生的弟子啊。末世是指末法了啊，末法弟子认真的修行，不要怕饿死，不要怕冻死，哎，绝对饿不死也冻不死啊。为什么呢？佛20年的余福啊，足够到佛法灭尽这一些弟子们这个世世供养所需，都能够啊不缺乏啊。这个世世就是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啊，这是我们生活啊不能够缺少的四桩事情啊，佛都给我们提供了。所以只要什么呢？专心修道啊，啊，不要考虑物质生活的问题啊，佛菩萨会照顾。如果我们自己要去攀援，佛菩萨就不照顾，那你就随业流转了啊。这个话呢要相信，为什么？你才敢放下啊。很多人知道佛常常叫我们要放下了，要布施，要舍，但是不敢，怕舍掉之后明天没饭吃了啊，明天要受冻了，他不敢啊。那这什么原因呢？还是不信佛嘛啊，对佛的教诲呀依旧有疑惑，不能够彻底奉行啊。这个过失不在佛法，在我们自己呀 啊。所以疑你看看是根本烦恼啊，贪嗔痴慢疑，就是对佛陀的教诲怀疑，不能完全接受啊，就这个错了啊，一定要相信。我这些基本的学习的原理原则呢，全是从张家大师那里得来的。那个3年当中啊，教了我一些基础的东西啊，非常重要的纲要啊。那我这个一生啊，55年来的受用啊，真的只要依教奉行啊，障缘灾难
是有，啊，但是都很顺利的度过，啊，三宝威神加持啊。下面引用《大集经》上说：“啊，悲悯众生。”啊，故舍受，啊，这个舍受第三分呢，这就是晚年呢，这个二十年，啊，佛舍掉了，啊，令我法海满了，喜欲诸天人。前面这一句就是正法九住，一定要靠世尊威神加持啊，他这个二十年的福报啊，所以佛法今天还衰，衰到这个样子，将来能不能复兴呢？难。对，张家大师告诉我的，我曾经问过他。他是在末法时期还有九千年呢，九千年当中这个佛法了，有兴有衰啊，兴衰不在法了，法没有兴衰呀，兴衰在人啊，也是在众生的福报，众生都能够相信善法，佛法就行啊，诸佛菩萨应是啊，大家不相信，大家不肯学，那这个佛法就衰啊，纵然我们这一代衰了，下一代可能有人会兴起来啊，所以末法九千年呢，有兴有衰啊，佛法确定不会灭，为什么呢？它法运还有九千年啊，九千年之后啊，那佛法就灭了啊，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要担心，要自己真正努力，真正发奋，要肩负起正法九住的使命啊！我现在明白了，我觉悟了啊！我选择这个行业了，这个行业是神圣的，是无与伦比的。为什么呢？是福慧命。利益众生啊，不是为自己啊，啊，续佛慧命利益众生都要从我自己做起，不能要求别人啊，我做了，我做的有效果了，决定能感动一些人啊，一定有志同道合的啊，这样志同道合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佛法就兴旺了啊，所以不从自己做起是决定不可以的啊，令我法海满，这就是正法九住，喜欲诸天人呢，这就是弘法利生啊，下面几句话讲得好，假使毁境界，习诸不退地啊，受了戒了，
受了戒做不到啊。为什么说他还住不住的不退地呢？受戒的时候，阿赖耶里面种了善根啊，这个就是大乘教里常讲的业力耳根永为道种，这绝对不会退啊。我们眼睛看啊，看经看佛像，业力眼根呢也是永为道种啊。但是你要是能持境界，你这一生成就。那你要是不持境界，要毁戒律的时候呢，这个习住不退地，他是讲每个人将来决定的时候会有缘分遇到佛法，善根会起现行啊，这个叫不退啊，不是说这一生啊，是讲来生后世啊，你那个善根种子啊，那叫金刚种子，永远不坏呀。纵然是无量劫以后起现行，也会成佛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地方，这个经文里头，可不能把意思错会了。啊，错会了意思，那就不对了。啊，不是说我们今天什么戒都不要吃了哦。我们将来都是现在就是不退，不是将来。哎，这个金刚种子不会退，是说这个。啊，那你现在呢？你迷惑颠倒，你造作罪业，你还是要受轮回的果报。啊，果报受尽了，啊，受完了。遇到有缘呢，这个善根它又起作用了，它又起现行了，这叫不退啊！千万不能把这个意思错会啊！下面两句是若有抓打比，啊，这就是有人欺负佛弟子，佛说即为打我身呐！啊，这个话是真的。所以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再把底下两句念下去。若有骂入者，这是骂佛弟子啊，包括在家的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你要是骂他呢？则为毁辱我，我是世尊的子臣。这个话是真的啊！所以出家人犯了过失，我们怎么对待他呢？普贤菩萨讲得好啊，对他礼敬，不说他的过失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是佛弟子，我对他恭敬呢，我就中福了。我要批评他呢，我是批评三宝啊，毁辱三宝啊。啊，毁辱三宝为什么罪这么重呢？让其他的人看到听到，对佛法不生信心。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所以我们要顾虑到影响啊，我们让一切众生呢对三宝有好的这个善念，不要让他了因我而生恶念啊，而生不善的影响，那我就错了啊。所以无论是出家在家
在家受过三皈五戒，不管他吃不吃戒，啊，他做做卧室与我不相干，为什么呢？个人因果啊，个人受报嘛，我何必要去批评他？我何必要去责备他呢？啊，我的批评责备，啊，那实在讲，对自己来讲有涉厚道啊。啊，但是在一种情形之下，可以去批评他，可以去责备他，那是什么呢？没有第三者在其中啊，我劝导他啊，关起房门可以，只要有第三者在的时候就不可以这是如来的教诲啊。啊，那么现在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太少了，真正能做得到的更少更少了啊，他不懂他怎么会做呢？啊，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随便的批评，今天社会大众对佛法失去信心啊，为什么失去信心？他听到的太多了，他看到的也太多了，他怎么会相信呢？啊，那我们随便批评随便辱骂有没有责任呢？有啊，障碍许许多多的众生呢入佛门古人说的话有道理，若要佛法心呢，除非生赞生啊，我们互相都是赞叹，给社会大众做最好的善念，最好的善缘啊，那么也给这一些破斋犯戒的这一些佛弟子，让他良心发现了，他会回头。回头是岸呐！啊，如果他做错事情，你常常骂他，他骂疲了，他也无所谓了，依然我行我素，根本就不理会你。啊，反而什么？反而让他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回头。啊，如果他的恶行，恶意我们一句话不说，他有一点点善行我们都赞叹他，久而久之良心发现，这个叫教育，这真叫护法护持所以这个意思非常之好，非常的深啊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果然能依教奉行，你是真佛弟子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上说得好啊：“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”啊，还是看到世间过时。我们讲经也常常说，不是世间过时，是你自己的过时。自己什么过时呢？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你说是不是？昨天我还说了，
一个人，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放下了，他就成佛了。啊，能够放下分别执着，他就是菩萨了。妄想分别放不下，执着放下了，他就成阿罗汉了，他也超越三界了，那就对了。你这个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放下，你是六道凡夫，你错了。啊，这三样东西要不能一时放下，你就不能往生。哎，念佛为什么往生呢？这个东西是没有放下，但是在往生那一刻的时候，就是那一刹那的时候，他放下了，他才能走得了。所以叫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临死最后咽那一口气还放不下，那一生的佛都百年了。啊，这个经宗讲得很好啊，待业只待旧业，不待现行。啊，旧业是什么？昨天的业都是旧业。啊，可不待今天的，不待现前。啊，现前这一念还在的话，就不能往生。啊，所以我们念佛，每一天念佛，就好比什么？好比练兵呐、训练呐。临命终那个时候就打仗啊。希望临终最后一念的时候是正念，是阿弥陀佛。啊，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这才能往生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平常这个训练非常重要，你临终才有把握。平常训练要是疏忽了，临命终时没有把握。啊，到那个时候还有一念放不下的，那就去不了。就误了大事啊！啊，当然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日用平常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当作临终一念来想。啊，所以印光大师教导我们，啊，念佛怎样才能成就呢？他那个方法很好，把死贴在额头上，就是说常常想到我就要死了，我今天就要死了，看看你还要不要放下。所以他老人家的官房我去过啊，他官房的小佛堂很小，一间房子。啊，大概只有我这个摄影棚啊三分之一大。啊，佛案上只供了一尊阿弥陀佛。啊，佛像背后墙壁上贴了一个字，他老人家自己写的死。啊，天天看到死啊，时时刻刻想到死啊，万念俱灰啊，万缘放下了。对人谦虚恭敬啊，
只有对什么人有责备呢？真正肯受教的学生啊，他老人家一生不收出家徒弟啊，没有出家徒弟啊，都是皈依的弟子啊，在家出家的时候皈依弟子啊，真正肯学，真正好学，真正想这一生有成就，那他就很不客气的教训你。那如果不是真心想学、想求生净土的，他老人家对你很客气，那你会看到他很慈悲。那么这是我们在现前的社会看到啊，对出家人的、对佛教的误会啊，对于这个出家学佛错误的看法影响整个社会，对于佛陀教育的误解啊，障碍佛陀教育的推动啊，不但他自己不学，让社会大众看到这个现象啊，也误会佛教是迷信啊。我在童年的时代啊，小学初中啊，都以为佛教是迷信啊，对他没有好印象啊。我接触宗教比较久啊，因为同学当中啊有基督教徒，有回教徒啊，他们做礼拜常常邀我去参加，我也去过很多次啊，听听牧师阿红讲道，哎，也觉得蛮有道理啊，看看他们的经书也都能生欢喜心，唯独对佛教严重误会，因为佛教没有人讲经啊，寺庙很多啊，都是烧香拜拜啊，都是做金忏佛事超度死人啊，所以印象很不好啊啊，不能怪社会大众啊，现在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的啊，我们违背了佛陀的教诲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啊，那是什么呢？用今天的话来讲，半班教学，我在台中的时候，啊，李老师的联社。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啊，他老人家一共办了30多个班呢
开班教学，有长期的，有短期的。啊，像这个大专佛学佛学班，时间就短，两个星期。啊，最长的一次，好像是第三届。四个星期，啊，那是暑假期间呢最长的，啊，通常以后这个寒暑假了，都是两个星期，啊，这是比较短的，啊，长期的呢，讲经的班，啊，那么最长的《华严经》这个班，啊，讲《阿弥陀经》班，《无量寿经》班，啊，《无量寿》大概是三四个月，啊，像讲《阿弥陀经》大概是一两个月，半班教学。是人明理呀，持戒受罚了啊！除这个之外，莲社里面念佛班有四十八班啊，依照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您有太多了分班。四十八班，平常念佛，啊，星期天这个星期每一个星期两次来听经，每一个月每一个班呢，还有一次聚会，啊，邀请老师讲开始，解答疑问。啊，那么这个都是长时期的，月月都有的，啊，几十年不间断的，啊，那么对于儿童，啊，他办了两个幼稚园，啊，对于老人，有一个安老院，啊，对病患，他有一个菩提医院。啊，年轻人啊，有青年班，有女青年班，啊，在科目上有佛学班，有儒学班，啊，还有教书法的书法班，啊，诗词班。啊，美术绘画班，一共开了三十多个班了，开班教学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就是这样的。啊，所以他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。我们这才明了什么是佛教，才搞清楚，才看清楚，佛教没有迷信，而且呢，佛教不是宗教，啊，是社会教育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宗教里面决定不能少的是神啊，佛教里头没有啊，佛教里头只有老师啊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啊，
他不是神呐、啊，啊，他是老四啊，啊，所谓成佛，这个经论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这么透彻、啊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这个话讲的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。啊、那什么是佛呢？啊，佛就是如来嘛。啊，他有圆满的智慧，有圆满的德能，有圆满的相好。啊，那佛说了，这个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一切众生通通有啊。佛在哪里呢？一切众生个个都是佛，你本来成佛了，现在为什么不是佛呢？现在你生起了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你变成凡夫啊。华严经上教我们，只要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是如如佛啊。那么诸佛菩萨那种智慧神通德相，你通通有啊，你全都恢复了啊。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把你自信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啊盖住了啊，障碍了，不虽有不能现前，不起作用啊。所以凡夫成佛在理论上讲啊，一念之间呢、啊，你只要肯放下，那你就成佛了。你什么时候放下，什么时候成佛。现在放下，现在成佛。啊，妄想放不下，能放下分别执着，你就成菩萨。啊，分别也放不下，那你把执着放下，你就成阿罗汉。放下执着就是放下六道轮回了啊，六道轮回是从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，所以它不是真的啊。所以我当年向张家大师请教啊，不是，我知道佛法好啊，有了粗浅的认识了啊。这是方东梅先生介绍的，我向他请教有什么方法让我很快能够切入，他就叫我看破放下啊。我学了55年了，感激老师啊，头一天就把这个秘诀教给我了啊，我真干了啊，但是放得不彻底呀 啊，所以不彻底呀、啊，这是烦恼习气太重嘛。一年比一年放下多一点，一个月比一个月放下多一点。这一桩事情你们同学有没有发现？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没发现，有少数人，少数人很细心的
啊，他们发现了。啊，怎么发现呢？听我讲经，年年呢不一样啊。啊，年年不一样呢，就年年有进步啊。月月不一样啊，那月月有进步啊。智慧呀，不是学来的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放下一分，你自信里面的智慧就透一分；放下两分，就透两分。啊，德能向好，亦复如是啊。啊，这叫性德的显露啊。看破放下是修德了。啊，虽有性德，你要没有修德，性德就不会现前。啊，所以诸位只要细心，啊，细心去观察，你就看出来了。要看得透彻，要放得彻底。这叫真正做功夫啊！啊，以这个实际的功夫，念佛求生净土，才相应呢。所以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啊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一定要依教修行。啊，佛给我们讲的决定不错啊！啊，普贤菩萨誓愿，那你能够学到了，那叫大修行啊，心地清净平等慈悲，一切恭敬，对人对事对物，引恶扬善，这是称赞如来啊！所有一切不善的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见闻接触所有一切善的，没有不赞叹。啊，这叫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凡是对众生有利的，尽心尽力的贡献。啊，佛法讲供养，讲布施，忏悔业障啊！啊，怎么忏悔呢？天天改过，天天自信，啊，天天看破，天天放下，真忏悔。啊，随喜功德，啊，就是我们常讲随缘，啊，日常生活当中，样样随缘，心地没有烦恼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你说多自在？啊，勤转法轮，不要勤别人，勤自己。
请别人，你不答应，你不就生烦恼了？请自己。啊，请佛住世也是请自己。啊，正法救助啊！啊，幕后这一条重要，恒顺众生呐、啊！啊，众生造恶造罪也要随顺。啊，他堕三途，堕地狱还是要随顺。啊，很有耐心，等待机缘成熟。啊，机缘不成熟，渡不了他。你跟他讲什么，他不相信，他不能接受。啊，他必须造业受报，苦难受尽了，他才会回头，他才会觉悟。啊，这个时候。你去帮助他，不迟啊！啊，那么像这些道理，这些四项，《大小乘经论》里面太多。我们要学，学不完，学不尽，啊！但是，你只要抓到纲领，你就能切入，啊！这叫会学啊！所以祖师大德们常常测验学生。问他会吗？这句话里头意思很深很深啊！会学的人，经论上我们常常看到善学啊，经上讲的善学，就是祖师所说的会吗？啊，会。能切入，不会，那就难了。啊，会，好教啊！啊，抓住了纲领，啊，看破就是清楚、明白，一点都不糊涂，智慧。放下呢，就是持戒，就是得定。啊，持戒恒顺众生。啊，得定呢，清净不染。这是佛法，这是自信呐。佛法不是别的，佛法就是自己的真心，就是自己的本性。啊，自己真心本性里面，慧能大师讲得好：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呢？”啊，这就是说，我们常讲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。通通没有啊，自信真心里头没有啊，啊，这个东西 是什么呢？妄心里头有，不是真心，啊，其实它不是自信，不是真心，它是习性，啊，习性不是真的，习性可以断掉的，可以放下的。啊，真心里头没有，真心里面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。
只要你把虚妄的舍弃掉，真的就现前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，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不要去求真了，真自然就现前了。这个说法说得好，啊，但除妄想，莫根迷真。你要是在求真的，真的就变成妄的了。啊，你不求呢，自然现前。好，这个后面还有一小节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